香港市民又有福啦！呢次古巨基宣传演唱会决定将记招嘅钱拎嚟包起25架小巴，都使咗成20万架。大家只要啱路，见到就有免费红 van 搭啦。至于演唱会上面，呢次舞台上都会有少少改动。大家记忆犹新啦，上一次我就一个唔小心跌咗落个窿吓，咁啊好彩冇事，咁啊因为我哋上次即系啲飞比较紧张啊，即系爆得几犀利，咁所以我哋想尽量满足啲 fans， 咁所以我哋嗰、那个加多咗观众席嘅行数，咁所以个舞台咪变咗窄咗咯，咁而家加多咗3尺嘅宽度噶啦。咁啊，會好安全噶啦！再加上我因為有個咁嘅經歷咧，咁我會分外警覺噶啦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。古天樂呢次幫記者拍宣傳片，但係大家更加關心古天樂會唔會上台做嘉賓，最好就唱兩句添啦。上次都嚟幫我做咗嘉賓嘅，不過上次嗰個形式咧就係五虎嘅合體嘅形式，咁嚟咗做嘉賓嘅。咁啊，而家 part two 啦。咁佢又攞咗我最喜愛嘅男歌手獎喎，咁我睇下可唔可以打俾佢問下佢個時間，可唔可以嚟另一種形式啦，即係作為我最喜愛男歌手嚟做我嘉賓咁樣。